每进去一次因为都比较紧张，它的不稳定性、不安全性、不确定性的因素太多了，包括嘴里拔牙那种感觉，你知道吗？太震惊，太心情特别紧张，特别慌，他转一下我心跳跳一下。由于这个蛋品种多啊，特别它的标志已经锈蚀完了，给我们这个销毁增加很大的难度。这就是实蛋，我们只要做到稳拿轻放，胆大心细。报废弹药销毁工作主要是采取分解、拆卸、炸毁、烧毁等方式。由于废旧弹药大多性能不稳定，在销毁处理过程中极易发生事故，因此报废弹药销毁工作被公认为是世界上最危险的职业之一。官兵形象地称之为坐在火山口与死神打交道。这次任务官兵们要销毁的废弃炮弹杀伤威力大，爆炸后自然形成的大量破片，有的飞散速度可达千米每秒，对于销毁官兵们来说是一场关乎生死的危险考验。小心慢一点啊。是，第一次推不要着急，慢一点，往左边来一点，好吧。不可预知的因素让每次弹药销毁任务显得惊险万分，记者也不禁为肖班长紧捏着一把汗，而比记者更紧张的还有肖中勋的女儿肖琪，此刻她正在十几公里外等着爸爸回来。几天前她和妈妈从湖南老家专程来军营看望爸爸，然而和以往任何一次一样，肖中勋还是不能陪女儿。反正就是有的时候，是心里就在想，是闷气，不理解他，就是不知道为什么他就是这样的人，他为什么我来到这里了，他还是不陪我。距离上次见到爸爸已经有大半年的时间了，来之前，他曾想象着和爸爸团聚的情景，爸爸能拿出一整天的时间，好好陪陪他。他又撒了一次谎，就是觉得非常的失望，不知道为什么他要欺骗我这么多次。十岁的萧琪虽然满腹委屈，但此刻他还有比抱怨爸爸更重要的事情，那就是要完成老师布置的作业，用一幅画画出自己的父亲。他还在急切地等着爸爸回来。此刻，十几公里外的肖班长却还在紧张地作业。慢一点。是。慢一点，慢一点。这枚弹，炸药都有五六公斤。盐的基本上跟我年龄差不多，慢一点，一定要稳，不要嫌它重。为了将危险性降到最低，销毁弹药的操作空间里，弹体的数量有严格限制。但30多公斤的弹丸，加上5-6公斤的炸药，如果引爆，足足可以炸平一个山头。这样的威力，让肖班长他们在操作每一个细节时
都格外谨慎。今天是实弹，我们只要注意到做到稳拿轻放，胆大心细，只要做到这些是完全没有问题的，是安全的。其实虽然没有近距离看见过爸爸工作的状态，但十岁的萧启却早就知道这项工作的危险性。他从事这份工作会有很大的危险，他随时都有可能那个炸药会爆炸，如果他要是不小心一点的话，他可能就会出现那个意外。他从事这份工作他已经非常的勇敢了，他是负责就是把那个炸药拆分开来，把危险的那一部分就是把它销毁掉。这次要销毁的弹药大多年代久远，性能稳定性差，安全隐患很大，所以官兵们任何一个细微的操作都有严格的规定。按照销毁流程，战士们首先要将易爆的引信分离出来。引信看上去虽小，但它的威力相当于一枚手榴弹。为了防止身上静电引爆引信，使弹内的炸药起爆，官兵们都戴了防静电帽，穿了防静电服和鞋，就连搬运弹体也必须戴手套防滑。销毁弹药的第二步，就是将废弃的弹丸搬到脱弹架上，用夹具夹紧，然后卸掉头颅。这一次，让肖中勋班长承受着巨大压力的，除了弹药销毁工作本身的危险之外，还有一个原因是，有的队员第一次参加销毁任务。反了，反了！怎么转？怎么转？反了！全是蒙的，是不是？第一次搞实弹，不用紧张，放松心情，按照操作规程来，按照我们所学的。卸掉头颅是销毁废弃弹丸最关键的一步，如果不能成功，在弹体已经密封的情况下，里面的炸药和弹丸将无法分离，安全隐患将大大增加。扭不动吗？挺不痛的，都扭下来了。我用点力。然而现在肖中勋他们反复试了好几次，头颅的螺丝也没有任何松动的迹象。他修得太紧了，基本上那个力用完了，我基本上都没劲了。他还下不加了，也加了这个除锈剂，没什么用。这个铸螺的里面锈蚀太严重，我们用我们的肉眼是看不到的，我们要换一个方式。你是拧不下来了。一般遇到这种情况，肖班长他们只能采取另一种方式进行处理了。一般的话采用这个炸毁的方式来炸毁，如果炸毁的方式相对来说危险的系数提高了。因为啊，炸毁不可控的因素太多了，稍有不慎就有可能出现伤亡。然而炸毁弹丸不仅程序复杂，安全性很难把握，对环境也会造成很大的污染。入伍22年，无数次处理危险复杂情况，早就练就了肖中勋临危不乱的心理素质。但眼前的难题并不多见，接下来肖中勋该怎么办呢？
情就不要怕，遇到挫折就一定要迎难而上，就不能退缩。就是可能当兵的子女可能要比别人稍微勇敢一点。我爸爸他做这个事情非常的伟大，我为有一个这样子伟大的爸爸而感到骄傲。虽然他不能经常陪着我们身边，但是他能够让我们感受到他随时都在我们身边，能够给我们一种温暖安全，然后他责任心比较重。肖忠勋不是不牵挂女儿，而是弹药销毁工作犹如天天上战场，与地雷炸药炮弹零距离接触，丝毫的疏忽或麻痹都有可能酿成大祸。他已经答应女儿，忙完了手头这份工作就回去陪她。而头螺拧不下来，就意味着销毁弹药工作无法继续。那么眼前这个棘手的难题，肖班长该如何解决呢？实在不行了，只能用台钻把这个螺丝直接撞掉。因为我以前也遇到这种情况，也实际操作过，但是每遇到这种情况心情依然会紧张，依然会紧张。因为毕竟它是实弹实操，这种方法都是迫不得已才用的方法。慢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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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，不要着急。好，把你们扶好啊，后退，不要让这个弹丸移位。慢一点慢一点啊，不要急，一定要稳，动作不要太大了。老班长肖忠勋看上去十分镇定，他准备用台钻钻头将锈死的螺丝一点一点钻废掉，以达到卸掉头螺的目的。这不仅仅是非常精细的技术活，也极度考验人的心理。干什么呀？把弹护卫，怕什么怕呀？柱落底下就是紧挨着炸药了，你也想一个钻头在炸药里面钻，可想而知这种危险的程度，是吧？这个产生大量的热，用台钻来钻，肯定你要把握的它钻的深度，它的钻速，你肯定要在我的可控范围之内。心里特别紧张，因为第一次碰到这种实弹，这种这么大一块铁弹就放你面前，里面装满了炸药。钻头摩擦螺丝不断的发热，为了防止引爆弹丸里面的炸药，战士们不停地加冷却液。即便是销毁大队兵龄最长、经验最丰富的老兵肖忠勋，此刻也感觉到了紧张。和钻木取火的原理相似，它就是利用快速转动导致局部温度升高来生火。而在几公斤炸药上如此近距离的高速转动，如果引发火源，将是不堪设想的事情。螺丝与炸药的距离只有短短的2毫米，台钻每秒最低转速大约6-7圈。肖忠勋要想钻废掉螺丝不接触炸药，必须在毫厘之间做到精准操作。如果说他手稍微用一点力，不小心用到力打到了火药上面，那就是摩擦起火，那是什么概念？可能随时发生危险。钻头越往下危险性越大，钻头冲击螺丝发出的声音强烈刺激着每一个人的神经。浇水，螺丝的周围有一定的温度了，不能钻了。由于这个螺丝它的材料比较特殊，所以说钻头钻下去会产生摩擦，产生一定的热，使这个弹体螺
螺丝的周围温度逐渐在升高，所以说我们就进行停机，等到温度降低之后，我们现在一直在浇这个冷却液。对爸爸的担心让肖琪想要更多的了解爸爸的工作，他开始上网了解弹药销毁工作的更多细节，虽然心里感到委屈，但对爸爸更多的是想念和关心。他已经是对这个炸药了解得非常非常的透彻，但是我还要给他透彻，这样子的话他有的时候在家里会跟我聊到这一方面的知识，然后他说到这样一个炸药，我就一定要说出他有什么安全隐患，办我工作的话就可以排除这方面的隐患。而明天肖琪就要回老家上学了，下一次和爸爸见面又不知道是什么时候，他格外珍惜哪怕是等待爸爸回来的这短暂的时间，十岁的肖琪亲自下厨给父亲做了拿手好菜。妈妈帮我手机没听到关机了吗？好像是，那你再打呗。又关机，再打。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。Sorry, the subscriber you dialed is power off. 为了让女儿能理解爸爸工作的辛苦，妈妈试图去开解肖琪。他们是军人嘛，军人跟其他的职业是不一样的。你觉得你爸爸工作辛不辛苦吗？辛苦啊。嗯，那 你能不能理解他呢？现在呢，不想理解他。为什么？如果不理解他的话，那他呢，肯定要抽时间来陪我。快了快了啊！服务员，哎，听声音是吧？徐伟军，是，马上就可以了。老板到了吗？马上，马上。经过一个多小时的鏖战，肖中勋终于成功钻废掉螺丝，顺利完成了任务。这个铁屑就是刚刚钻到下去钻出来的，这个我刚刚摸了一下，这个钻子上面的铁屑就是越往下钻这个铁屑就越细，老虎嘴里拔牙那种感觉你知道吗？就是太震惊，太心情特别紧张，特别慌，他转一下我心跳跳一下，真的太刺激了。如果说不经历这些东西啊，得永远都不可能成为一个合格的专业的销毁的人士，只有经过这些啊，这些遇到一些困难，我们一步一步的成熟自己，磨练自己。用手稍微拖了一点啊。好，开车。好，谢谢。就在肖班长打算结束工作回去陪女儿时，突然接到一项紧急的任务，不仅仅弹药数量多，而且销毁时间紧，他不得不再留下来，紧张投入到明天的任务准备中。
个炮弹的这个职业中，让他更注意安全，因为他那个炮弹是有隐患的。本来想着全部工作完成后能专心陪女儿，但现在女儿萧启已经回去上学了，萧班长此刻只剩下满满的空落和愧疚。因为像我们干这行的工作，他们越担心，其实我们也不放心。我经常跟他说，你看我干了20多年也没有问题，还是非常安全的。20多年了，孩子10岁了，今年是吧，陪的时间太少，这对家庭的照顾肯定少一点，对孩子的照顾就更少了。结婚多年，肖忠勋从来没有和家人抱怨过弹药销毁工作的危险和不易。也许是不想让家人担心，也许是他认为这些都是军人的职责所在。接下来面临更加艰巨的弹药销毁任务，肖忠勋和战友们还将遇到什么难题，面临着怎样的危险？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看弹药销毁兵的生死考验下集。